再来就是保养类的，因为我是属于黑的，我是户外挂的，所以我常常晒太阳什么，所以我先就是两款经典不败的保养油。第一款呢，这一款越保养越黑吗？越保养越亮。哦，晒的是干，会容易干，因为我很爱晒太阳。但这一罐呢，它很神奇。这一罐其实我那时候很有名啊，很有名。这个真的对，我那时候是13年前台湾还没有卖。我那时候是生我老大的时候，然后去马来西亚，然后因为不是很干嘛，因为肚子很，我胖23，所以很干很痒，然后就看到他们的那种连锁药局，然后有放就是这个，说可以擦那个肚子的妊娠纹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价钱又很便宜，就差不多200-300块这样子，然后我一擦就觉得天哪，就很好吸收，而且真的比较不会干痒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这也太好用，就一用就用到现在都13年了。还有这一罐是我应该算是我最乳液身体乳液类，大概是我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名或第二名。这一款真的超好用，因为他们家很出名的就是用聚藻嘛。那有时候我也是，比如说身体比如说你晒太阳或是换季很容易干呐，它这一款乳液就是擦了啊，你就是它不会黏腻，而且是立即吸收，不会有油腻感，然后味道非常的高级跟清香哦，对，它不会跟你的身体的香味打混，对，所以这一罐我是非常推。如果你是本身很爱乳液产品的话，这一罐身体乳是超好用，我也是用了5年以上了。